新冠肺炎疫情升温，新春期间多家公庙停办抢头香发送发财金活动。不过民众别失望，悠游富与七家全台知名寺庙合作，推出线上领取结缘发财金，不用出门，不必人挤人，在大年初一早上9点起，就可以透过悠游富 App 领到神明祝福的结缘发财金，每人限领两家寺庙发财金，每份发财金5元。我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配合我们政府的宣导，我们跟悠游卡公司结合，大家很方便，不要到庙里来，在线上一下就可以拿到结缘金。这个结缘金的功效跟我们平常领的红包一样，神明会保佑你。啊，希望呢，过年大家兴客啊，大家人流散开哦，保持这个水准。啊，因为咱发发财金啊，这代志我每过年也拢有咧发，啊，今年特别要促销。啊，刚才这个跟悠游卡公司的合作，这个发财金非常好。我们台湾人的传统都是庙里面去拜拜嘛，祈福嘛，哈。不过近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这个做什么不活动、不群聚哈，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要去很多的公庙，把这个过去这种几百年的传统发这个发财金哦，就说今年不办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用科技的方法继续维护我们的传统嘛。那也谢谢我们这些公庙愿意说用这种悠游户哈扫 QR code 哈领发财金的方法，这个可以到公庙直接扫 QR code， 不过哈也可以在线上直接就扫了。不过还是希望在疫情结束以后哈，大家还是要到庙里面去还愿，你知道哈，不要就全部就偷懒的哈。虽然是数位发送发财金，但所有的发财金都经过庙方果香炉，福气不减少。抢到结缘金后，存在悠游富钱包中，还能额外获得专属签诗。透过下载分享功能，将福气与平安祝福和重要的家人与朋友分享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